大家好，我是小菜花，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家上桌率很高的下饭菜。蒜心适量，把蒜心尖去掉，再把蒜心冲洗一下。锅中水烧开，倒入少许油，把蒜心放入锅中。锅中放少许油，可让蒜心保持翠绿。把蒜心焯至变得微软，再把蒜心夹出，再把蒜心美味解馋，超下饭的家常下饭菜就做好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分享、点赞、关注。